This is a video of Chinese internet star Dianxi Xiaoge making a burger completely from scratch, and it has over 6 million views on YouTube alone. Dianxi Xiaoge, Chinese vlogger from Yunnan. She's known for her soothing cooking videos, which are all filmed in the countryside. Today, her YouTube channel has over 3.8 million followers. But why is she so popular? How did she get started? Is her life really as idyllic as it seems? We flew from Hong Kong to Baosan, Yunnan to meet Xiaoge. And she drove us an hour from the city to her town where she lives with her family. Now, Dianxi Xiaoge is an online moniker. Her real name is Dong Mei Hua. 其实我的名字与那个Dianxi Xiaoge，Dianxi就是我的家乡这边，就是宝山是属于云南的西部地区。 And Xiaoge means little brother, a cheeky name she adopted because she thought the alternative, Xiao Mei, or little sister, sounded too cutesy. Xiaoge is a woman of many trades. Prior to her vlogging career, she was a policewoman based in Sichuan. She moved back to Yunnan in 2016, the same year she started making her videos. 当时因为我父亲身体生病，然后我就回到云南这边。 就后来之后就想找一个能够让我有收入的事情来做，又能够留在村子里面，然后就想到了做美食的短视频。She says she was especially inspired by the success of early internet stars like comedian Papi Zhang. 那时候16年也是 Papi Zhang 刚开始火的那一年，所以当时也是看了 Papi Zhang 的视频嘛，觉得，哎，我们好像在农村，我们可以以另外的一种形式去来展现自己的这种比较有特色的东西，所以就开始了做短视频这个事情。我们也不太知道说做这个事情能做成什么样。And why food videos? 还有就是。 当时做短视频的时候，也是想着说从自己最熟悉的一个领域去入手，这样的话会要更快一些。我和妹妹都会做菜，因为本身我们生活在农村，我父母对我的教育呢会比较传统，就觉得说女孩子嘛就必须得什么都会，以后才能够勤俭持家。In 3 short years, she has become a huge deal with over 11 million followers worldwide. But it was tough in the beginning. 其实我们做了1年半的时间，全网10万粉丝都不到，就是前面很长时间都是在学习摸索，也是在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一个状态，然后调整内容的方向，就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到了第二年和第三年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长，然后我就觉得。 那这样有这么多的人会喜欢这个东西，那我们就正儿八经的来把我的视频好好整理好之后，统一的放到YouTube上面。所以，数据还是增长特别快，我们3个月就涨到了100万粉。The video that helped her go viral on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latforms was this one. 好，来吃汉堡。 In which she makes a hamburger Chinese countryside style. 因为我当时是想着说，我的爷爷奶奶他们都是祖祖，就我们家的人都是祖祖辈辈生活在村里面，然后我一直也想着说要带我爷爷奶奶去城里面去吃汉堡，因为在他们眼中汉堡是属于洋餐，就是外国人吃的东西，很新奇，然后我就一直想带他们去吃，但是我还没有把这个愿望实现，我就回到云南这边了，我就想着说。 那我就自己做嘛，因为平时我也在做一些不同的美食去尝试，然后我当时做完之后，我还在想着说，哎，大家会不会说我这个汉堡的做法不正宗？因为我是用自己的自己所理解的方法，然后凭着我对于汉堡的这个印象来做的。但是那期视频发了之后，没有人在说这个汉堡的做法正不正宗，好不好吃，他们都会在说。 我也想带我爷爷奶奶去吃啊，我也特别想为他们尽这份孝心。我拍了200多条短视频，基本上也都是我们滇西地区的一些家常菜，就是我平时从小吃到大的一些菜，就比较熟悉的。
有一些菜是我们平时经常吃但是不经常做的，所以我可能会去专门去请教一些老人，或者说去一些作坊里面去看他们是怎么做的，会去学，会有一个学的过程。As for the filming side, Xiaoge and her family picked up their video skills on the job. She started first with a phone camera and then eventually upgraded to a Sony A7. But she says the shooting schedule can be quite full on. 就算这个菜能够一天能够做完，那我们可能也要从早上很早六七点到晚上十一二点，我们才能够把这条短视频拍完。只是说在拍摄的过程中确实会有一些，比如说火候，因为我们家那是大锅，是烧火的那个灶，有一些时候会火候很难把控啊，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当时第一遍没有做好再去做第二遍的这种情况都有，所以说会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周期。 Okay, you might still be wondering, is she the real deal? We were actually quite surprised. Her real life is very similar to her online lifeOf course, she has access to modern amenities like the internet and electricity. But she grew up in the village farmhouse that she shows in her videos, and it's clear how at home she is there. When we arrived, she took us on a tour. 这个是我很早之前的一期视频里面做的一个蓑衣，就云南话叫蓑衣，是用那个一种树的皮，然后来缝成像衣服一样的形状。以前呢会用来遮雨。这个是我很早之前戴了一个帽子，然后你们的帽子很多人看就是觉得是好像越南人一样，这个也是个中国传统的一种帽子。就是在每个地方的一个小街道上都会能够买到这种帽子，比较家常的，比较常见的一个工具。然后这个房子呢是当年我爸妈结婚时候装修的新房，它的颜色本来是有一点点这种，看不到了。是有点粉红色的，然后因为时间太久了就会变得有点像这种有点白，还能够看到一点点的粉色。哇，已经几年了？已经20多年了，二十八九年了。然后都是用纯木头做的，就整个房子都是用木头结构来组合起来的。这些地方呢都是那个手工雕刻的。然后这个玉米是用成什么？下面种的玉米都是喂猪的。这上面呢是家里面的二楼。哇，好多玉米。然后这边就都是一些玉米啊之类的。我们家大王特别喜欢玉米，就不管是这种干的玉米还是说生的可以吃，他特别喜欢。像家里面只要有玉米的地方他都会跑来睡午觉。好，那现在我们去看一下前天我们家那头母猪刚刚生的猪仔仔。走吧，在前面。这窝小猪是前天这猪妈妈生的，然后生了有15只，然后这里面呢又养了一只家里面的牛，它现在是怀了有5个多月的宝宝。这里呢是我们家大概的一个情况，然后现在我可以带你们到我们村子里面的其他地方去转转。OK， 好吧，那这村子大概有住多少家？我们村有140户人家。我们村基本上这些房子呢都是木头结构的，墙是用那个土，把土加水活了之后放在一个模具里面，把它弄成那种一坨坨的，我们叫土鸡。然后用那个土鸡来把它码成墙，然后外面再抹上石灰。哇哦，查一下这个刚刚摘回来的，这是哪一种豆？这是那个豌豆。豌豆，村里面的人都特别的热情。It's so sweet。我们以前整个村都是用这种石板来砌成的石板路。现在的话因为村里面在搞建设嘛，有一些通向村里面的一些多户人家的一些多一点的路，他们都会把它砌成那个水泥路。然后这个竹子都是以前都有的。对，这个竹子就是每家村里面每户人家会有一小堆，我们家一堆，别家一堆。我们村是一个特别缺水的村落，在我上小学之前我们每家人喝水都要到这下面来挑的。 Finally we had to ask, nearly 4 years and more than 200 videos later, what's her next move?然后你做这个行业已经快4年了，你以后的梦想是什么？还是想去发掘更多云南有特色的东西。
因为现在我的视频还是很局限，就局限在我的这个小村子，我们家这个范围里面。云南还有很多很多比较稀奇的一些民族菜啊，会有一些人他们来云南旅游，比如说在旅游的景点看到有炸虫子，他们不敢吃，但是看了我视频之后，他们觉得哎，好像彭姐的这个视频展现出来的这个虫子挺美味的，那可能他们下次来云南旅游就会敢去尝试一下啊。有一些很美的自然风光，这些我都还没有去拍，所以以后我会想去做更多我们家乡以外的属于云南这个大范围里面的一些特色民族菜，或者说去学习一些传统的一些手工艺啊之类的，有很多内容是可以值得我们去发掘，也值得被大家看到的。Coming up next, we have 5 more original videos with Xiaoge. In the next episode, we're starting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New Year treats in Yunnan. Also, she will be answering more questions from you guys. Stay tuned.